越近三月一号，越多呢种奇特现象。唔同嘅台为咗留住客户，不惜大送通话时间、送手机，甚至减收费。但点解迟唔送、早唔送，系要而家先俾咁多着数你呢？会唔会系因为新地呢？到三月一号，当你可以带号码周围转嘅时候，自然有答案。